祝您干的，我们这新工作真有多，我们这欢迎哇，这当然了哦，这病不要改他如果在出夜景暗景的时候他很好病翻白眼就是当白金的孙就是在当时的行为，所以大家对新工的信用很坚定。通安宫，咱的通安宫圣王，啊，咱圣王宫。哎，你要问咱遮一挂信徒，拢应该拢知影。是吗？对对。你敢有知影讲咱的迄通安宫迄圣王，啊有爱当白银啊当？有。圣王宫要夜巡，真正是轰动地方的大新闻呢。因为吼，伊不但无固定的时间举办啊，甚至吼，前一刻举办的时间吼，已经是两年外前的代志咯。不过上界奇怪的就是为什么要选伫即马这个时间呢？敢讲这个看起来真平静的溪川，伫这两年的时间内底，早都有真侪无形的物件，甚至讲是歹物啊咧。其实吼，不管圣王这一摆出巡，是要忽悠地方，或者是讲真正要翻白眼掠鬼，在圣王的率领之下。队伍所到之处，拢能看到虔诚的信众准备香案来迎接神尊。由此可见啊，搁较用了解到村民对这一摆夜巡的活动，用个讲是满心的期待。也不过随着天色愈来愈暗，搁真正唔知影圣公主的队伍，等一下会去拄到什么款的状况哦。这一摆夜巡上界期待啊，除了是看镇殿王甲李姓王如何来降妖掠鬼、清扫地方以外，另外一项重点就是亲目睭看到姓王显现出翻白眼的神威啊！小弟我他刚好看到咱的姓王做的轿啊，啊伫一个人家咧咧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迄是发生什么代志啊？我是讲镇殿王的大轿。我大叫伊就是到迄个所在有当啊一寡无较无好势所在，而且有当啊大叫会当去。哦，所以哦，伊拜托伊二英哥，伊四家嘛，四店嘛，哦，到三家嘛，因为四店会当去，四家会当去。然后头拄好看到一个是那个油锅，那个油锅是什么作用啊？我那个油锅是圣王宫派的啦。我这就是安尼讲啦。嗯。讲掠鬼是安尼讲，但是你也着注意，这是问题，古早就是安尼啦。讲起来吼，你可能唔相信啦。因为这个新旧吼，虽然四界爬爬走啊，也不过等代志处理完以后，李王甲圣王的新旧居然会用找到优点的位置，将这个歹物啊一摆处理。
不过这一摆亚巡的范围相当的宽，搁再加上真侪临时的突发状况，所以圣王的桥吼，真正是冲来冲去，完全刹无刷落来的方向啊！那不是讲有这阵真心付出的桥班兄弟吼，搁真正唔知是变怎，才会用完成这一摆神圣的任务啊！你这里甩来甩去，跑来跑去，今天拢没忝呢吼！我们看定点王是真的那个发挥的力道很厉害的，我们可以有荣幸服务一下。好的，让你尝试看看。下吗 ？OK OK OK。香蕉香蕉也要想要来感受一下，就对了。来服务一下，来，麻烦。好嘞，感谢员工。香蕉大家都吃一段，我来。好，就是我来。好嘞，来，你夹根吗？好 ，OK 来。还要睡哦。香蕉可以哦。重啊。对啊。等待香蕉上轿的那个时刻哦。代志啊，因为我拄只讲的时阵啊，我边个大哥就讲，你先出去，站起来加高高，叫我先出来。还好，不然现在这么激烈啊，兄弟，这么激烈，我刚光是后退三步，我也动不了。对，我们先去旁边，我先去逼啊。猛力，他都要看到，叫安尼讲起的时阵，你有水安尼退后，叫你溜走对吧？对啊，我来不及反应，不是我不讲话。你要进前啊，伫个台南的西螺镇啊，嘛有经过咱的大家了，嘛是咱的安尼，咱的攻击主猛。哦，那个感觉，这个威力真的是瞬间说来就来的。可是我刚刚有这样觉得，因为上一次我去扛的时候，后退两步，代表说现在要处理事情，不让我扛。我觉得刚刚好像也有那种感觉。哦，真的假的？不然为什么刚刚大家要把我换掉？马上就通了。信王公登轮呢？哇！而且啊，听人讲啊，信王公若是登轮的话，就是有最重要的代志要处理哦，应该就是要来掠鬼啊啦！哎呦，但是我看这应该不止安尼呢，因为刚刚是足刺激的呢。系啊，紧，咱赶紧找人来问看嘛，看今麦到底是啥物状况。好哦。大哥，不这样看，为什么定内王爷外口，其实这个路口呢，来来回回两三次？可能在这个市场里面，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现在要等圣王他们的二兄弟，就是的李仙王，是要进来里面，可能要驱邪这个部分，这个动作。李仙王的桥是比较好，比较方便啊。对，他比较好进来。对。是是。哎，你像咱今麦，你像看到咱定点红啊，伊个目睭已经登顶了，对吧？对，他已经产生他的神迹出来了。
头前安尼甲伊路嚟行咧，对啊，对无？这做得真紧诶，因为拄只伫咧内底时阵，我看着李红啊，安尼思考一下了啊，为上尾啊安尼弄落来，弄弄诶哦。尤其你在那个市场的一个角落啦，吼，他就直接弄了去，等于是把那个鬼给制服、给抓起来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现场状况没有多想，直接就冲来油锅这边了。哇、喔，那个速度很快。是啊，这就是咱吼，才起码就看着吼，咱起码咱的迄圣王宫诶，咧俩鬼给总控啊，那个威力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啊！而且真的是因为，尤其是要在这么样的一个拥挤的一个地方哦、喔，要来去做这件事情，需要大家的极力的配合。可以进入到这么特殊的文化，真的是一种很难得的机会，因为不管是它的宗教民俗，还是每间庙宇所传达的特色故事，都让我们打破对蚵仔寮的既定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个小镇。所以后回你若来蚵仔寮，就千万唔通袂记哩，除了这美丽水风景，也佮有人情温暖的好滋味。所以各位先生在顶，宝岛民宿不能断，金城则灵声很大，下礼拜欢迎你再个登来本宫赞景好。